今年4月开播的 NHK 晨间日剧一半，蓝色佐藤介饰演女主角，青梅竹马的重要角色。初次的晨间日剧演出，让这位出道以来一直都高人气的她又被更多世代更广泛的认识。同时7月开播的夏季日剧《弃母与女儿的蓝调》中又以完全不同角色登场，让观众一次可以享受两种砂糖君的同时，也再次验证佐藤健不只有外表的演技实力。日本网站就请网友们票选了一下最爱的佐藤健角色，出道至今演了这么多角色的佐藤健，大家最喜欢的又是哪个角色呢？十位日剧《龙马传》，冈田以藏九位日剧，机器女友 Q10 深井平太八位日剧，天皇御厨秋山笃藏七位电影，跨越八年的新娘中原尚志六位日剧，父子警探佐原夏辉五位日剧一半，蓝色交尾绿四位日剧，喵妹的完美之事柴田健人三位电影，桃爱上了我的谎小笠原修两位日剧，假面骑士电王野上良太郎一位电影，浪客剑心系列飞春剑心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欢佐藤健演的角色是否也在其中呢？